好像没有。我下去看看。我拿到一个断掉的脚，哎，可以穿吗？哎呀，别说了，那个东西会让我想吐。而且我发现一件事，我才发现好像有点怪怪。你知道我等一下，你还有一直闪一直闪。你这样你要怎么上来？这不是单人，这是双人可以吐。可是你不能下来，你下来的话地图要。来，我们来下去吧。快点上来啊！来来来，我们要拖一下。屁呀、啊、妈，坐着，坐着。干嘛？哇、哦，幸好这不是单人，不然这下一定要用创造者才对。对啊，假如说这单人的话，没有，我觉得单人根本就没人敢玩，这太恐怖了。这是恐怖的嘛？而且你知道他有出什么恐怖版跟那个一般版？是吗？对，我们现在玩的是一般版。哦。恐怖版听说没人敢玩。这边都是合成箱、哦，合成箱不可能放东西，走吧，去下面。这是哪里？哦，这是刚刚那个地方哦，谁？哪里？太暗了，真的太暗了。那这合成箱就是用这些箱子哦。对啊，这边好像有箱，有东西耶。哪边？没有。上面，这上面有一个洞。点过了。点不到，还是这边有什么？这边超暗的，超暗，根本看不清楚。有没有手电筒？我被吓到、啊、我刚看那个绿色的草，我还以为是一只苦力怕。苦力？没有吧？这地图如果有苦力怕的话，我觉得作者应该会打粉爆。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跑出那种突然蹦出来的那种吓人。目前没有，因为我们目前我们是在帮助他，说他应该不会吓。要找他的脚。没有，是我们找到他的。我们找到他的脚了。啊，这超恐怖！这什么、啊？这就是电视哦。这是那个哦，那个叫什么？监视器。刘星。啊？门。门。这里面有什么？其他。干嘛？其他。啊？这边这一块怎么亮亮？这一块。那、啊、这一块亮了，不知道。好吧，还有这下面有、哦。然后是那一题。啊？我们这边好像还没探索。好暗哦！天啊。走吧。然后我们这个洞，等一下再下去。哪个洞？哦，这边有一个洞。然后我们先把这边探索。我好希望我现在有装怪物门后、啊，看起来都超红血，我就是这些东西呀、啊。这边好像没东西，好像又有东西。对啊，现在超暗的，很难走。真的，我真的觉得他们做恐怖气氛暗很了。可是如果我们要实况的话，他不要做太暗。他应该用亮度调整最好，至少要插火。这边是亮的，好漂亮，我最喜欢这种地方。这边有一个洞，这好像图书室。下去。喂。下去。喂。这边又是，哎呦，又是血水，哎呦，我怎么这样子？有箱子。真的、哦。哎呦，不畏惧黑暗，这是成就、哦。原来这背包里面全部都是成就，那么多、哦，天哪、啊！这边还有一条路。他这个开，他这个成就你一开箱子，他就自动帮你放。有绳子。后面。干嘛？进去吧。有没有什么吗？超暗的，看不到。没东西。这边有一个书。书？被撕裂的一张纸。真奇怪，最近镇上的人一个一个死亡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老公最近也一直待在公司，研究真的很重要吗？前阵子还带一堆同事回来，如果老公播出时间陪孩子，陪着孩子成长该有多好，而不是一直待在实验室。所以我们现在要对付一个实验怪胎。
这个一个实验，这个实验到底是什么实验啊？好恶心哦！恶心的是，而且这个是那个女的脚吗？是吧。哎呦，好恶心啊！是什么东西？哦 ，IP 呀、啊，好难走、哦。这里是哪？我们刚才好像还有地方没有下去。那我们现在回去吧。哎、欸，回来，回来，回来，走走走，以免会出现 bug。我觉得我们一个地方探索完以后再去下。哎呦，被泡在这里面。泡不泡不行。不泡会贫血是吗？哪里啊？你记得是在那个一个、一个对、啊、一个地方。我们前面都还没走过去啊。那我们这里都还没走过去。那没算了，我们先去探索前面那个地方吧。就那个一个洞。说等一下再下去那个洞，这里吗？对，这里。哎、欸，你饿，我也饿了。啊妈妈妈妈！屁啊，只补一格。这好像是饼干吧？好吧。酸掉寿司。什么东西啊？这个洞就是为了让我们再爬起来。这爬在哪？这什么地方啊？就是刚刚没办法进去的那个地方。是哦。对，是刚刚没办法进去的地方，就表示这里面又有一个。我觉得这次应该是哎、欸，不行，啊、这里有个东西，等一下。这什么啊？樱花碎片。樱花。樱花碎片是干嘛的？哎、欸，就是成就、欸欸，拿不起来了啊！哦，樱花碎片，不然点到右键就拿不起来了。以后我们又多一个东西叫樱花碎片，拿不起来了。什么东西？那、啊、所以嘞，来这边就只是拿了一个樱花碎片，应该是成就，这应该算支线是吗？支线也不恐怖啊。可是背包里没有。看一下是吗？到背包里面没有这个啊，樱花碎片。啊，对吧？哎呦，这个洞好难钻。这个洞。洞。所以是往哪里啊？再往前面走。这里。这里是。去吧。这个是什么？这边有一个洞，不是吧？等一下，我发现一件事哎、欸。啊？这边是我们刚刚走来的地方。好像是。哎、欸，这边又有一张纸。啊爸，纸？老旧日记。我觉得。老旧日记，2014年6月27号，去年暑假。今天和他提出了想帮孩子转到国外念书的事情，这样学习外语也比较快。但是他竟然说我崇洋媚外，真的是太过分了。整天只会研究东西的木头是不会理解的。他在研究什么我都不知道，真而且、连他在研究什么都不知道，所以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在研究什么，搞屁呀、啊！我真是一个失败的妻子。2014年7月1号，哎呦，差不多快要哎点啊，不对，好像七月才开始放暑假哦。对啊。这个该讲错了，没有。现在如果国三的暑假的话是5月多就要准备了哦。现在老公根本就不回家了，一回来就是跟我吵架，越吵越凶，动不动就打我，赶快离婚吧。没有啊，孩子都吓着。老公的行为变得好诡异，感觉变了一个人似的。以前他那么的温柔，现在却连我也打。干脆带着孩子一起离开吧，就说嘛，离婚嘛。我觉得他这个这样不太好，因为老公打老婆，我觉得不好。对嘛？对嘛？老婆娶了还是要疼。最近镇上也出现了那么多事情，连佐田师之都死了。他是日本人哦。对啊，对啊，这个其实这个他地图是用日文的哎。哦，说难怪会有樱花碎片。对啊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作者没有说。哦，对，你让我想到一件事，这到底是外国的还是我们啊？我觉得我们要慢慢的玩。我想起来，我之前跟太原玩过一张地图。
然后呢，我们玩了差不多15分钟哦。然后原本他好像有三个结局，然后结果我们玩太快被他搞到崩底。妈嘞！被打得体无完肤，我变得好可怕，会不会吓到孩子？他对我打了奇怪的针，我逐渐忘记自己是谁。我想呼救，但是却讲不出话。完了，一切都完了，不知道孩子怎么了，有没有受伤？希望有人可以来救救我。这个疯子一定要杀了他，绝对要杀了他。怎么感觉跟主考哥一样？啊？那还有什么东西吗？欸、你有看到我在哪吗？你在上面干嘛？你知道我怎么上来的吗？妈的！我讲那么多次，你还上来？我才上来，结果你……啊！天哪！这边什么？哦，就类似那个叫什么孤儿院的那种厨房。女人的尸体。哎呦，这边有喷血，来去杀掉那个坏男人。那个 S 的。啊。没事。熔炉里面有酸掉的寿司、欸。啊？没有，我只看到酸掉的寿司了。你那边有几个？我这边没有了。一人拿一个。哪里？因为我这边有一个。OK。哎、欸，这边有一个。来、欸，这里。这边还有吗？没有了。还有下面会藏东西啊？你看一下这边的厨房，你会敢吃这个寿司？哎呀！你还要吃吗？哎呀！不要！但是我要下去。哎呀！这是什么东西？这下有意义哦！啊，就把我们关在这边观战，哎，不是观战，袖手。哎呦，这是哪里？不是重点，我们还踩在上面。哎呦，哦，这边还有门啊！他说上面也有可能有东西。哎、好多门哦！哎，我发现一件事，你看哪里？啊，爸，啊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没有，搞不好有藏东西，不然坐这个地方干嘛？搞不好、啊、我错了，就跟刚刚那个地方一样啊！我错了，什么东西又不能点？那这边还有一扇门，这边还有两扇，要先去哪里啊？先去一扇楼。点到手部吧，好吧。啊？这是什么啊？为什么这个血是？哦，这应该是铁轨。这不科学。那这个是什么？哇！炸！我被吓到了啦！哦。我被吓到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也被吓到了啦。妈嘞！不是你有没有看到？你没有看到吧？没有，因为我刚刚就突然被 TP 到这里，不行这里。没有，我突然被 TP 到这里，然后看到他站在这边。没有，我是被 TP 到这里，那边肉都。妈嘞！吓到了呀！哦。所以我们还要帮他吗？如果不帮他，就直接把地图删了。哎、欸，刘星，你这边有那个、欸？哪里？干。哦，这样子，哎，断掉了手，脚跟手都有了，所以还剩头跟身体。所以我们还要搬他、啊。妈，他刚刚跑出来吓我。看他的剧情，感觉他是一个很可怜的女人。是啊。还是帮。可是你还记得我们之前孤儿院那一张吗？她是一个很可怜的小女孩。不是吧？毕竟我是萝莉控，哎，不对。然后我们应该去帮她，结果 fuck。他帮。他是个 S 档。This is an asshole。 那、啊、这边又有什么？这边又有下楼的、欸。那、啊、这边还有路，这边还有路。箱子。应该不会缠太细吧？就跟我们那个逃离哥哥魔掌那张一样。哦，那个我们真的缠太细。难怪那个后来有点少，比较少人吃的。我觉得缠比较细的应该要是那种成就那种，对吧、啊？可以缠不细。然后如果主线的话，妈的，我们缠太细了，真缠太细。嗯。哎、欸，这边又有路可以上了。哪里？这里。哇，这个路真的好难，好难看到。好屁哦，又没东西。那上来干嘛？哦，就跟彗星一样，不对。
啊？没事，我突然讲错话，哦，不对，讲错人了。被封锁。所以说要往，为什么门都被你关起来了？因为我觉得非常可怕，就而且是要往下走咯。等一下吧，我先把门关一关吧。因为我发现六件好像又，最近好像又打坏一点。我们经历了那么多恐怖地图了，该成长些了。你刚才有没有听到什么？我怎么一直听到嘟？没了。什么声音啊？一直嘟。你说电话还是什么？嘟。哦。还有个刺耳的声音。好像有人在拿铁去磨地。What？ 为什么被你这样一说，我有点怕了。刘星，这里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一条绳子。你让我们想想我们可爱的小赛人。可爱什么可？黄色。那个很好笑。太好笑了。然后我们不是第一次也玩那个吗？赛人的时候，然后我们不是对面也刚好遇到冈布朗克，他是真的被封死。记得吗？ Okay.爸爸妈妈一直吵架，我不喜欢他们吵架。爸爸说只要打针就不会和妈吵架，但是不能跟妈妈说啊。你不觉得他们一直都会打针吗？到底施打什么针？他也给他妈打针，不又是施打那个什么？我看一下 ，C 什么 C 呀 ？C C 八 RU C 八 RU 四，对，那个是那个是森林小屋的那个哈基。对对对，我觉得那样地图真的做好温馨的，虽然前面很可怕。对啊，爸爸只要说打，这个念过了啊，爸爸爸爸爸爸爸，爸爸这个念过了。吵架，我要忍耐，不让他们吵架，我要忍耐。最喜欢爸爸的，每次都会买玩具给我玩，嘻嘻。哎，我要帮你打针。爸爸，哎呦，很痛哎。爸爸，哎呦，很痛哎。爸爸还给我一把钥匙，请我帮他保管，我一定要好好爱护他。为什么你讲话有点像困困？是吗？而且最近困困被商人带回来。我不用。啊。Take it。为什么又吸回来了？好了，走吧。我身上好多那一角。这边是什么？能不能换成就啊？那一大堆一角。这边又是封锁线的。才怪，这边有路。啊，上来上来，有奔跑。奇怪，为什么又是一坨红红？哎呦，好恶心！我又被吓到了啦！哦，可是我觉得，暴力哦，这边有身体，我找到身体了。Okay. 没有，我就有一件事情。是啊，他每次都放同样的头，我觉得我会被吓习惯。哦，你是说啊？对，他刚刚也是那颗头，然后现在又是那颗头，而且他是四边没有，他是四边都有，就是好像有。就是没有做得很完整，那个资源包，哎、就四边都看得到那一颗头，很恶心的，是啊，很恶心，走吧。